最美的风景不是在终点，而是在路上。路过定南客家古城，这是在古定南县署所在地的基础上，以客家明清古城墙为背景重建与修复的。如今它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这里的交通停车都很方便，没有门票，在这里逛逛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历史与现代的交融。我们来逛这天人不是很多，街上各种造型的创意装饰将古城氛围感拉满，古朴灵动而又浪漫十足，一步一景一眼万年，非常适合喜欢拍照打卡的姐姐妹妹。